像我今年才刚刚毕业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我对未来很迷茫，就想未来究竟是什么模样，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呢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会对自己的想法，对未来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吧。我觉得是看自己想要什么。对，就是最近我还有一个困扰，你知道，就年轻人嘛，除了是对事业、对工作的困扰，最近我还失恋了。曾经的那个女孩。就是我忘不了那个曾经的那个女孩，需要我拥抱的那个女孩，她把我宠坏，让我依赖。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我能够忘掉她呢？找下一个。找下一个是吗？对，找下一个。可是这个前任是那么好忘的吗？这个伤口呢确实不能经常去扒开。对，你得去找一个能来治疗这个伤口的一个人。其实我谈到刚刚那个爱情和那个事业嘛，我还有一个梦想，我特别想走向国际，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？怎么能 I'm going international？ 你就唱那个唱 My Logo 就可以了。I'm going international， 是吧？是这样的吧？你现在还会跳吗？这段舞？忘了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。那有一天如果说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你会怎么样？跟你 say hi 啊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那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呢？不会啊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你最近在跟我讲台，你在跟我讲歌词啊？对啊。哦。在街角的咖啡店。送赠。是你。是因为我也是您歌迷，然后就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，教坚毅的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。那说请让我说声我真的爱你。你真的爱我，我也爱你啊。你知道我刚刚在说什么吗？你说我看着你影响你不会跌倒吗？怎么要奋斗我这样？听到？你知道我刚才念的词是您的歌词吗？一首歌的歌词吗？没有留意啊。没留意。然后这首歌是那个《真的爱你》。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，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。无法可心息的一对手，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。